若有战，这必回。8月20日，黄群、宋月才、江开斌三位同志面对台风和巨浪，挺身而出，英勇无畏，为保护国家重点试验平台壮烈牺牲，用宝贵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出先河誓言。其中，宋月才、江开斌都是退伍老兵，和平年代，他们倾国征召，为国捐躯的，以冲锋的姿态永远倒在了战位上。一，如果不是那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老兵江开斌并不会进入公众的视野，被全国军民所熟知并缅怀着。虽然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军校大学生，毕业后他的军官生涯也只维持了短短的几年时间，其后的工作经历和绝大部分军转干部相似，在主任科员的岗位上一直干到了退休。工作履历虽说并无太多亮点可陈，但也称得上波澜不惊，比较适合在解甲归田。韩一龙、孙沈默唱平平淡淡才是真。然而某国家重点海上试验平台的一纸征召命令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当时他的妻子吴春英都无法想象一个60多岁的老头人家还会要他干什么。刚生二胎的女儿也很不理解。对此江开斌以朴实的语言向妻子道出了心底的誓言，你看我不起，别人看我得起，那边部队信任我才让我去的，这么多退伍转业回来的人没叫只让我去，这是多么自豪的事情。是的，他爸来自国家的征召作为对他毕生钟爱事业的一个充分肯定，是充分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也是对内心那种深厚情怀的一个响应。也许这个海军梦在他离开海军时已然中断，却在退休之后人生基本如此之时却重新恢复，你让他怎么能不激动地跳起来。闻令而动成了他唯一的选择。江开斌牺牲后，吴春英在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他完整地保留着在海军时的学习笔记，以及当年拍摄的戎装照片。那一片蔚蓝色的海洋一直是江开斌血管中永远澎湃的力量，是他灵魂深处最纯正的底色。最终他消失于这片大海，也在这片大海中得到永生。二，和江开斌一样，宋月才也是一名老海军，从海军转业之后走上了军工的行业，虽然脱下了军装，却一辈子干着和海军有关的活，最爱穿蓝白条的海魂衫，精华始终如一，事业从未中断。这从他的微信名老船长之中可见端倪。那个宋月才用生命来呵护的国家重点海上事业平台，他们称之为小黑，一个像孩子一样的昵称。而宋月才担任的角色正是一位含辛茹苦的家长，因为小黑出生于外地，宋月才他们在异地工作了6年，对于老船长来说，一边是海军发展的重要项目，一边是家中卧病在床的妻子，他只能来回航渡，努力保持一个平衡，求的事业与家庭的双幸福。度过整整6年的艰辛日子，小黑终于回到了大连，宋月才也结束了2地分居的日子。对于他来说，这个项目即将结束，自己也将退休，到时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下，陪着老婆一起出去旅游，好好弥补心中对他的愧疚。所有的想象都很美好，最简单的生活也被赋予了幸福的滋味。只是那一场突然而至的风浪，让他这么简单的心愿却无法实现。老船长的海船终究在滔天巨浪中远去，而那一根刺破地平线的高高桅杆却永远屹立在这蔚蓝色的大海中，鼓舞着无数的后来人继续前进。三，一辈子和风浪打交道，无论是江开斌还是宋月才，或者是其他的军工人，都知道大自然蕴含的令人恐惧的力量，对海洋有着本能的敬畏乃至畏惧。尤其是这一次台风的比亚魔力实在太过惊人，7吨重的铲车坐着4个人
一个巨浪拍来横移出两米，停泊在码头的小黑，在巨浪一次次重重拍打之下，如同一艘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小船，出现了重大险情。手部四个缆桩因受力过大严重变形，甚至断裂，缆绳脱落，平台剧烈摇晃，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况且平台里还有四名工作人员，生命也陷入巨大危险之中。危急时刻，在值班室的12人迎着惊涛骇浪，奋不顾身地向着小黑跑去。那一刻，是保护核心关键技术的迫切愿望，是对战友生命的高度负责，让他们战胜了对大自然的恐惧，驱动着他们一路向前。300米长的码头，一个巨浪袭来，几名同志倒下了，浪头过去，他们又站了起来，继续奋力前冲。风浪中，有人被风浪卷走，其他同志却没有退缩，依然紧张地抢救着平台，抢救着战友。这一刻，让我们想起了革命前辈们飞夺泸定桥时的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狼牙山头的宁死不屈、无畏无惧，血战上甘岭时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人民军队的这种红色基业，这种战斗精神，具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在这一群老兵和军工人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四，军宝曾刊登过这样一篇新闻，有一位旅副参谋长在转业申请上郑重写道：若有战，赵必回。身处和平年代，既是军人最大的幸福。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军人也有自身价值难以充分实现的遗憾。真正能收到丁兆命令的显然是极少数，而听国征召、被国军指导，将开篇当是和平年代的第一人。对于全国5700万退役军人而言，不管身处何方、从事何职，心中那种对国家安危的关注、为国为民的使命担当，却是从来没有打过折、变过色。尽管大部分老兵并没有收到征召命令，他们却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奋不顾身。每过一段时间，都有老兵见义勇为的新闻登上媒体的版面，让人们一次次受到感动，也得以感悟老兵的情怀。五，今天再一次重温宋月才、江开平等老兵的事迹，老兵到的眼眶不由得一次次湿润。习主席高度评价，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对党忠诚、恪尽职守、不怕牺牲的优秀品格，用宝贵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初心和誓言。他们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这是党、国家和人民给予老兵的最高评价，也是老兵价值的最大体现。他们在壮阔恢宏的事业中远去，他们也在人民的缅怀中永生。老兵一路走好，欢迎关注老兵到编辑微信 LAOBINGDAO121QQ 群852324826投稿邮箱 LAOBINGDAO@126.com。